报个位。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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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要不要换个路西欧啊？路西欧也比较好。啊不不不不，我说安娜加路西欧了。慈悲要换吗？是安娜哦，小心有小美，没有小美，没有小美，这边有一只猪。好，撞我猪喽，跟上，猪残血倒，来，慢慢清，先送女坦。各位，快来占领！我打安娜哦，安娜是一滴，倒了，来往前，是女坦。Nice， 漂亮，哎，是真，自由。点一下大招。我有大。好。回个盾。然后我们先打平面好了。侧面有安娜哦，侧面，右边。我们死一个，只能开无敌了。可以打。猪在后面。还是低把哦，放我出一个。来，先推车。麦卡利要不要上二楼？从左边上去上二楼，大家可以找机会开大局。看慈悲要不要跟麦卡利走？你可以留在二楼，然后我们被灭一团之后再复活。火力全开！我强化你了。后面死神。可以。哇，打！剩一只，漂亮，死神。后面还是死神哦，倒了，全收。三人碰车，他们进不来，那个秒数不对。哎，他们出来是来送的哦。你们断奶。好，小心。这边麦卡利。好，没关系，被死掉这个不亏。正面我要开大喽。起来了，来打喽！哇，他们大全开，还行，死在门口是不亏的。安娜报道。来，等人，慢慢来。他们这样封门绝对不好。我们往前卡，安娜就被切断了。好，一个，小心死神哦！注意死神，好，这边安娜一只，麦卡利。我睡到安娜。好。来，先过转角，等一下我们的女坦有吸，慢慢来。
就撤了很多。主导主导，来加盾加盾，往前。女团的右侧哦，可以往前吃，可以往前吃。一只星星到点上，碎了。星星太大哦。拦住住，拦住住。我强化你了，上吧。剩一个女团，剩女团，还露西哦，露西倒。剩女坦哦，nice，恋中情会入席欧吗？会会会会哦。我们需要那种一波型的。因为有奈米激素的话，有加速比较好往前，才能去吃。而且我没有死神。说真的，你身体保养的还不错，看来你过着健康的生活。你还是跟从前一样可爱。最近如何？你说不要去。方吉方将你。快行动！狗匪莱茵，然后等一下要退转角，上面牛仔，上面牛仔，上面牛仔哦，好，打一个，打一个，然后打。消极一点，花不起劲。我这波大了，没盾哦，没盾哦。我们死一个，慢慢来，慢慢来。你倒一哦，倒一。被撞，被撞。这边来引导啊，安娜，我耐米激素。没，还没。好，我们人多，我们人多，上点，上点。死神牛仔正面哦，小心。牛仔在右侧，死神点上先清，无敌交掉了。牛仔还在我们的后巷，死神退一点。残血，残血，残血！来来来，后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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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追他，追他，追他！一个人而已，倒倒倒。好，我们他们大交掉了哦，我们打被动。注意了，他们来人大，感觉快好了。亚杜，我盾后哦，我先回盾。我的绝招正在续命，绝招准备就绪。来，我们时间多，不用怕，这个牛仔没大，破盾，小心哦，没盾哦，对面蓝有大哦，来，刀刀刀，漂亮，啊那那那那那，追他追他追他，全部追全部追，好了，好追到这边就好了，真的好真的好，漂亮漂亮，来，我们等一下还有露西欧的大。
不修可以推一点。死神可以躲起来啊，看你要站二楼。我的绝招准备就绪。这边莱茵没大了。等一下我大就给那个谁套纳米技术我就大死了。好。来打。来吃我来吃我。朱上点。来没关系，我们拖够久了。还剩60秒，等下复活起来，我们先到二楼，先到二楼 stand by。狗匪，小心小心，三，上面，死人头上哦。他倒，哎、欸，直拉，这王力宏亏，回宝，我被锤哦，剩两个坦，你们断奶哦，断奶，小心，我这边交很多东西了，我们有三个大，我们再有 C 就可以用，他们等一下没纳米技术了，这段很长，慢慢来，朋友，别担心，我就是正面有牛仔。然后蓝鹰的大也没了，追到一只。我们倒二哦。然后我们退掉。对，我想办法卡车，但好像没办法。哎，我们时间还是领先的，没惨。然后可能要优先处理安娜了，狂奶。屏障立场启动，往前去赚个能量啊！发现敌人，好，我们又倒一个，头上有死神。两个坦断奶，好倒一个，你看有吸哦，加油！要碰车，好吸了，哇，死神，死神，慢慢来。好，我们拖他们时间，拖越多我们越赚。女坦只有一个人哦。小心，等一下纳米技术给死神就好了。好，拉，他们在存大哦，小心闪光，看你们抓后排。蓝鹰断奶，他们冲出来了，人大大大，死人开大，来，出来还有救，他们倒三个，死神头上，睡得好，好，追出去，死神，别让他走，来追安娜，可以，好，可以了，入下。要闪了！我快有大绝了，我被勾，没事。我
我大，我残血。好，给死人，给死人。好，退了，退了，退了。你打一个，他没死一个了。开无敌拖，开无敌，开无敌，开无敌。OK， 他们换小美出来。好，死神，哎，没关系，没关系，他们没时间了，零时间。他们会补一分钟吗？不会，不会，对吧？因为我们都是推到底的。我要露西欧吗？好，露西欧加安娜。我们打大绝一波，一样死神啊，因为他们还有拦路猪，想办法弄断缆。了解你，我们会在光荣的战斗当中证明自己。大不了平手哎、欸！你会复原的。4 3 2 1来，成功第一波，没事。安娜现在在二楼，我可以绕后巷。等我们先 poke 一下，再绕后巷。他们还有慈悲，好，我们倒一个，我们倒一个，慢慢来。小心他们吃出来哦。背后死神 ，OK， 他要飘走了。来来，我们绕后巷，绕后巷。等一下我们直接卡到那个一楼。哎、欸，死神，打一个，我中了，我中了，救我，救我，救我！慈悲要打，慈悲，慈悲，打我，打我，打！先抓后排，先抓后排，慈悲还在哦。蓝鹰，蓝鹰，蓝鹰，蓝鹰要死了！蓝鹰近战，靠他！好，死神那个抓慈悲，抓慈悲，抓到赢了！我们上点哦，一定要抓到慈悲！八十一了，我快了，大，快了，大 ！OK。小心慈悲，慈悲还在，慈悲还在。往前卡，往前卡。麦卡利进来，来多点人踩点，要赢了，要赢了。谢啦各位。哎、欸，为什么我要打一场呢？是因为我这一支一个礼拜没打了，我再不打就扣分。哎、欸，幸好加分了，爽，爽，加分。六杀哎、欸！
猛的，哎呦哎呦，了不起！不是我自夸，刚才真的杀很大。好，加40分，满足了。哎呦！好了，刚好到了。耶，我好了。你好，喂，能听到吗？等一下，我把声音调大声。好，所以打完了？我刚打完。哎，什么声音吧？哦，看到了，扬声器。我在看克罗米，因为最近都会遇到有人选他，我觉得他好强。还是比较喜欢那个新的天使角。新的天使角那一只就辅助啊 ，support， 对 对， 對 ，support 那只奥利尔，嗯，奥利尔是不是可以复活、啊？有一招大招复活、啊，但比较多人点那个吧，水晶圣域就会无敌两秒。哦，可是是自有方禁制哎、欸，对啊，是就所以他不是单纯无敌啊，禁制什么事也不能做不是啊？禁制就很像是你帮前排挡个几秒吧。然后再多点时间帮，这有点会让对方有点集火目标错乱。嗯嗯嗯嗯。好，开制定了吗？哎、欸，你要我们是要双排还是跟观众一起玩？我们邀观众啊，我们邀。啊，好，那一样都进九妹频道、哦。好。你是九妹嘛？就是写救影九妹啊？啊，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再麻烦聂宝台的观众。哎、欸，最近在忙什么、啊？好久没遇到你了。我吗？对啊，你现在是都是那个 Overwatch 的赛评对不对？对、啊，是赛评嘛？比赛目前还没有很多啊，但最近会比较多一点，要播中国的比赛。哎、欸，是我拉还是你拉？等一下，我可以拉。好，那我啦，各位海龟佳佳，来来来来来，那个聂宝台的全部斜线九面，全部斜线九面，这个嘛，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等一下，我先po一下，我先开，我要开个赌盘，等一下，又赌，一定要赌的、啊，我，你知道我前天开连输4场，哎、欸，我大崩溃、欸，今天靠你了啊，全部赌对面。赌你们输、喔，那你英霸的实力还在不在啊？因为听说阿吉已经掉到金牌了。我觉得我也差不多了。真的假的？金牌应该也没有到太弱、啊。金牌观念应该不错啊！各位赌盘开了、喔，赌盘开了，赌盘已开。真的，我觉得要在一款游戏上花心思是很重要，但是。因为我光是在玩 Overwatch， 我有点吃力，跟不上了。Overwatch， 我记得你不是很强吗？你那个，你积分不是8000多分？什么8000？3000、3800、3900、啊。但是、哦、3000多分啊！但是我的角色我不会射手啊，我就不会砰砰砰啊，我只会玩坦啊。啊哈哈。哎、欸，是哪个九妹？是英文的九妹 ，J O E M A N。哦哦，他这个频道可以打中文的吗？可以啊，可以打中文哦，可以啊。真假的？有九妹频道吗？没有啊，他可以自创啊。九妹，哦，下一盘换我邀吧，邀我认识的。有一个叫，请去英文的，谢谢，请去英文的，谢谢，好，谢谢。English。没关系、哦，反正我们今天至少会打4场以上啊，所以没有排到的，我们下一场好不好？没有排到的下一场哈、哦，
今天要玩新地图。对对对，然后啊，大家可以来下赌盘哈。好了，就这样子啦，我们准备立马等你开始游戏了哈。没问题。OK。我这边偷做一个小动作，希望大家不要介意。什么小动作？我在拉高我们的胜率啊，九面。啊，什么东西？我在拉高我们的胜率。不用吧，有我们两个在。有啊，大家三个新手都是会赢的吧？还需要拉高胜？你要怎么拉高？有啊，我刚换了一个人。你还偷换人？这样好吗？报道。这样好吗？哎、欸，你要玩扎利亚，太好了！我想要问你，扎利亚怎么玩呢 ？OK， 因为他是 Overwatch 的英雄，他在 Overwatch 里面的定位到底是副坦，所以他能量一高涨的时候，他可以当输出手啊，而且很痛。但在这款游戏里面，他并没有像斗阵一样那么 OP， 就是在高能量的时候没那么危险。哎、欸，那、啊、你开哪张图啊？我没印象。我开核弹的啊，核弹那天我玩很多场。因为快速排不到九张图，哎、欸，快速现在没有核弹啊？没有啦，快速排到几率很低啊。哦、啊，对啦，因为它很多张图嘛。没关系，我们先打。我们有李敏的话，其实配扎利亚都不错了。等我一下，我要打一下字卡。好。夜骑士。哎、欸，佩许先上嘞、欸，现在已经 buff 过了，已经 buff 过了。嗯、我刚刚打了一下电脑，觉得蛮强的，但是用任何英雄打电脑，应该都会觉得很强。觉得自己等一下、欸、李敏是不是也是还是很主流的输出角嗯好像被 nerf 了一次最近又被 nerf 了嗯还有啊 OGN 赛事比较没在关注了我看你下午就要开台打 Overwatch 是不是还是打英霸哦哦等一下我忘了改因为我刚不是说我一个礼拜没打本尊会扣分，我刚刚就打了一场赢了，哎呀爽！七天他会开始扣分哦。对啊，一天扣五十分。所以你们也是在开分身在玩就对了。开分身没压力啊，可以练脚，然后本尊又不会掉。哎、哦欸，我好了，就等你们了。等好好，准备。好，我来看一下目前的赌盘，在涅宝加入我们之后呢？压倒性的，大家都觉得我们会获胜。小心哦、喔，那个 EDG 也是原本是压倒性哦、喔。我不小心，不小心。AHQ 那场我有看，欸、然后那个赛平是 Leo Boss 嘛，反正那边讲说什么哦 ，EDG 真是太强了，就算 HQ 明天输了也无所谓。然后下一场我就看，因为我不熟嘛，我就看就说、嗯、有很强吗？被屌虐，被南美队被巴西屌虐，被巴西屌。然后我想说。这有很强吗？我们 HQ 会输他吗？对没办法、啊，因为那应该说外卡队的资讯太少了。可是我不懂哎、欸，因为理论上 LPL 跟 LCK 应该是全球最强的两个联赛，怎么会被外卡打输掉？怎么会被屌虐？他真的是我看哦，因为前中段我没看，我看到是中后段了，这种团战全灭，就是被 ace， 然后可能。好像巴西还活四个还五个人，好惨！最后面你还看到李星闪现踢超精锐，闪现踢。好啦，我们现在玩的游戏是暴雪英霸，然后这张图是9月28日，就是两天前呢所更新的全新的地图，叫做核武战地，这是来自星海争霸背景的地图。那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只大只的怪兽，就是在星海争霸。的二代里面的百生虫，大只的百生虫。对，而且它百生兽很特别，它头背上是有那个废铁的。啊，对，它而且它还会，它丢出来的不是普通的小虫，它丢出来的是毒爆虫。哎、欸，聂宝，你星海争霸熟吗？我有玩虚空之影。我以前在玩星海争霸的时候，你在干嘛？我想想，我在玩百变恰吉、龙之谷，还有信长。百变恰吉跟龙。信长啊。哎、欸，我是怎么认识你的、啊？当初你是玩什么？去年去西雅图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见面、啊。哦，对对对，啊，那个时候你是英霸，对对对对，你是英霸的赛品，是吗？对啊，还是选手赛品呢、啊？我们一起播。就那个时候，阿吉英霸还很强。你跟阿吉播，然后我跟手、欸。我们是不是要去中路打一波啊？我们这个走位 OK 吗？前期就 man 了。好好好。
第一层我点二。所以天赋你也不知道现在哪一套是最优的，对不对？现在还不知道，我在测。因为现在全因为全球人都在测。因为三线图的话，我很喜欢，点那个吃球的天赋。哦。慢，别打，别打，没事，小心。这只不太会死。我第一波比较消极。哦呦，哎呦，杀人了！哇，这个泰克斯好狂啊！哇呀！但这只英雄不用耗魔啊，所以玩起来蛮舒服的。对，就是这是它的优点，但是没有到简单的，我觉得就是，对。我来看他那个改版之后有没有改呢、啊？感觉普攻有上升啊。我去下路去一下。啊，下路人呢、欸？那我就不去下路了、啊。OK。下路需要帮跟我讲啊。好。好，各位朋友，我们先专心玩。然后 carry 九妹。哎呦！可是我觉得，如果想要 buff 的话，最好让他的护盾直接带控场免疫，就很强。护盾带什么？控场免疫啊？对啊，因为就是他斗阵原本就有设计。哦，对，听说斗阵里面他是超强，好像你跟我讲的吧？哎、欸，你是不是可以去 BlizzCon 啊？对啊，10月22。那有些话题可以在直播聊啊。啊？例如你没有被封杀之类，可以聊啊。我怎么知道？我是怕害到你啦，我是无所谓啦。嗯。我是最中立的男人啊！对对对，中立是最好的。但是有的时候你想中立，别人不让你中立的。哎、欸，下面那个罗米真的是欠打，但我已经吸爆他。啊，我们不要害聂宝，我们等聂宝从美国回来再跟他聊天。你是11月吗？没有，我们要先过去打开木舟。啊、哦，这么爽！对、啊，所以你要提早去喽。嗯。吃的、住的都是他们出啊！我给你钱。等一下哦，哎呦，对面抢到了、哦，这个核弹超扯，炸7层血，而且前期被英雄被炸了的话，你的血很少嘛，你可能就直接被炸死，而且还被先到。弟弟，不好意思，弟弟。哦呦，哇，这个黎明也太痛了吧！我们找默契来跟我们同队。你是说那个人叫默契那个人？对啊，很强啊，他很强哎、欸，他不止默契强，对不对？他砍宝吸伤害就没放他护盾，笑死！抱歉。哎，有人要弄我们啊！感觉我们先拿优势。我去下路看你们好，不然你在讲什么我都不知道。哎呦，我跟你玩个两场，如果我们这个组合都大优的话，我就要去玩克罗米，我就要去练习。好 ，OK。克罗米蛮好玩的、啊，而且可以在安全地方输出。但是我是完全没玩过，直接第一场玩，有可能会很累。我好像有天赋可以教你，因为我之前有玩。哎，杀克罗米，他不会顺。好，哎，下去刚他。小米，喂，我来了，小米。哎，哎呀，被聂宝尾刀。今天收贝没办法，好可惜。因为我应该是没办法，我是没问他了，但是因为收贝明天要播。对。哦，明天啊，这么快？对，他就是明天，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包括我们台跟聂宝台的朋友，大家帮忙，明天去这个我们隔壁棚帮忙带一下风向啊，就说，哎、欸，这主播有这么帅啊？这主播播的真好，这主播是不是钻石的一个实力大师的实力？带个风向，带个风向很重要的。聂宝作为赛评应该很重。因为我记得去年师哥也要播、啊，有没有要播？他是直接上这种大场面，蛮对啊。他应该很多都是一辈子没办法播世界赛。踢手的时候才播过吧，很久嘞。他那时候不是播世界赛吧？不是，他那时候就是那时候也是有 low 的比赛，在那个电视台，480p， 然后连那个 ID 都看不到，一定要删一下的。也是啦，那个时候那个画质看不出来，我应该是 MOD 还没盛行吧？那时候有 MOD 的，只是大家其实。现在 MOD 也没有盛行了，你会看 MOD 吗？我不看的、啊。
我电视一个礼拜开不到一次。哎呦，那 Q 一下300多哎。哦呦，我帮你，我帮你，慢。嘿，遇到，可以。哦，核弹。哇、哦，这个核弹们不逃吗？你们不逃吗？他们逃。哎呦，好了，先收敛一点，我们去吃野怪。不要快死人了！靠！好，哇，吃野怪，然后他帮我们回血。死等了，怎么觉得这场有点八成胜率、嗯？有点顺风。所以你觉得在 Overwatch 熟扎利亚玩斗阵的扎利亚会很快上手？不会，扎利亚超难，超难。对，因为扎利亚虽然他左键是要靠近距离才中的，但是左键要准不容易，你那个视力要很好。你是说斗阵里面的吗？对啊。哦，你说这一支的话就好，就还好。你不是跟我说你视力0.3？没有戴眼镜0.3啊。好，这主播有超多干妈，这是带风向吗？我怎么觉得是带逆的风向？哎、欸，要救人了！救！不了了，欧旋岛，但我没有大招啊，大家可以吸一波。欧旋岛真的是 Overwatch 的讲法、欸，我要吸了。好吸！哎、欸，我的能量没有断过哎、欸。他这次改版能量降得很慢哦，原本那版很快就降、哦。对，我有感觉了。你看我现在能量还是满的。对，这次你打可能可以一直保持在150上，而且我吃球天赋有点出来啊，实用。啊！哦，好痛！没事。哦，感谢光补。哎、欸、嘿，他们开大绝的相反，我要死了。哦，这个宁静开得好。二三。呼呼呼！啊，这等差，好凶哦你们。对啊，这等差没办法。第二个大招绝对不要点，就废了。是点吸的那一招对不对？一定点吸的啊。怎么会有人想把人家弹开？不，然后很不痛哎、欸，而且他不会一直推，好像只会推一次。哎、欸，就跟那个希瓦纳斯的沉默键跟支配一样，你不会想点那个东西。嗯，他只是被迫衍生出来的。是不是要去打百生虫？哎、欸，我要回基地一趟，就是找你哦。看到莉莉就知道是 Angel 妈，可是 Angel 妈玩的不是莉莉 ，Angel 妈玩的是纳奇班。对啊，哎、欸，你拿子弹了。哎、欸，这边两只，帮一下。还没有大喽，小心。哎呦，我自己进去。哎，把推走了。舅妈不要跑，舅妈，少数的干妈，你们不是不，你们不是一起吃过烤肉的吗？对啊，唯一的干妈，你在干嘛哟？唯一的干妈也被打跑了，好推进了。对啊，舅妈，人一定很 nice 的、哦。全力以赴，贾宝安安。空大没有，黎明把人推走、哦。我这样异想天开，我想说，我先吸，然后开核弹，然后我就空大。来得及吗？来不及。因为对啊，因为核弹大概要不知道不要10秒，还要蛮久、欸。要看距离啊，像是从家里到对方核这边的话，可能要8秒。你全部还进来骂人，超好笑。妹，可以直接全屏呛我？是怎样？对啦，是怎样？不用来聊天，这样还要接出来很麻烦。可这张地图是少，我觉得少数蛮好玩的。嗯，有什么蛮有特色？就它的机制不像以前那么笼统啦，要么不就是祭坛，不然就是打什么抢那个载具。嗯，它核弹比较弹性一点点，没有固定的，你可以自己配对位置。
但引导除了晕眩沉默之外不会被中断，算蛮人性化的。像那个亚拉瑞克的冲锋，普攻一下就中断了，是怎样？准备唱歌哦，要唱了，要唱了，要唱了，很难哦，这唱的不错哦。可能没办法哦，危险危险危险，要求。别怕别怕，九妹，我在。别怕，我没怕，我没怕，没怕，我好怕，我好怕。死太少，我死太少。没关系，我十六等了，我有，我有那个被动四十，主动补四十一的。好猛哦！敌兵点那个一流，而且等差那么多。无神的黄昏。唯一我是唯一死的吗？我看一下。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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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也有死过。贝塔玩家死无等，我记得贝塔是在1月28号，什么一年前？暴雪英霸。哦，这游戏才哦，这游戏快两年了，一年半以上。嗯，完了，2014年的十月开始的。时间过好快啊！哎，不对，是2014年。烤焦他们。那时候。还是小小新手，正在部署核弹。对啊，十年之前我遇到莉莉。哦，能量高涨啊！打不赢这个野怪，痛啊！不打不打。帮忙哈！哦。哦，核弹核弹。但我觉得他的 Q 如果可以再快一点就好了，可以拿两个核弹了，可以可以，不用直接往下打就好了。好好，我过去了，我过去了。来了来了来来来！我靠，这个晕，这个晕！打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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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他莫奇要死了！喂喂喂！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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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就我们要退了。哈哈哈哈哈哈！啊啊！太膨胀啊！太膨胀啊！我觉得我可以一打拳哎、欸。好，当我没说，当我没说。好，你打给我看。对对对。斗阵的可以哦。斗阵的可以一打拳。原来斗阵的平衡性已经这个样子了。没有斗阵，你就把它想 CS CSGO 嘛 ，CSGO 也是。你拿一个狙击枪，一枪一个、啊。哦，对啦，在某些情况下，某个地形。我们科斯有危险了。我们来可以吃一下百神兽啊，看一下它的那个威力。可原本有人跟 我说，百神兽很强。我就是我被对面的百神兽硬推过很多次，很硬，超硬的，挡不太了。哎、欸，我要死了！等我，等我，等我，等我！吸到，吸到，吸到！我能量高涨了。我这波进去了。残局。莫奇，哎呦，他开那个瞬间移动，怎么踩他踩他，我还在 CD 还在 CD， 很开心，完蛋了，我觉得熊猫恨死我，退定，他也要出来全屏干我了，是游戏啊，是游戏。我很喜欢它的特效哎、欸，你看，它能量高涨的时候会，棒啊！那个波是不一样的，是这个吗？
去。好，开一下赌盘了。好猛啊！通杀！哎呦，好猛啊！来，再开下一盘。那下一盘我要玩新英雄哦，所以可能会变速。那我玩我开那个布莱西斯实验室哦。啊，来两张新图。大家记得聊天室打佳佳啊。不是聊天室，是九妹。啊，九妹九妹，等一下，我看一下克罗米怎么点。我是点 W。对，我看到的也是 W 流。然后我看一下哦。欸，可是如果我玩克罗米，我就变成输出位，然后输出位又不会玩的话，可能就差很多。嗯，是还好啦。那我看我玩别的。好好好，都要都要。像水树，各位尽量有玩过的就先不要打佳佳哦，让我邀还没有玩过的，好不好？哎，那个黑熊哥我邀不到，奇怪。哦，黑熊叔叔自己进来了。感谢 David 16个月的续订，谢谢续订。我们也邀点九妹频道的，哇！你有在邀哈？那给你邀哈。OK。其实我刚刚已经邀超多嘞，我已经邀满。难怪怎么一推自己跑进来，因为我在邀。可是我邀的也是从九妹频道邀的，所以 OK OK。我邀一些应该是你频道的人吧？有两个是我认识的。好，我有西门哎，他的名字可以随便取。而且还可以改名，现在改名券只要300块。哦，对对，花钱就可以改名。我玩好久以前的单歌。永远不会平息。我怎么把聊天室缩到最小？欸？啊，是。嗯？算了，我觉得这张图需要 poke。开始了。我为什么不能选？你是没角色啊？点一下就缩小。我选克罗米，等一下。我看哦，第一层点深呼吸。然后点范围，你在跟我讲吗？对啊，我这边看到二三二三二一二三一，是这样吗？对对，差不多。我看到我之前是这样点的。我没有跳过你啊，谁说我有腰啊？你来不及进来吧？我有腰吧？除非我没按到。我改一下字卡。算我们要玩扎利亚好了。扎利亚，报道。有想要我的新德文写这个？我已经喜欢新德文。我有看到穆拉丁。穆拉丁，但是我写的很蛮简单的，就是我以前也是蛮擅长穆拉丁的。穆拉丁我觉得很好上手哎。对，应该说不太会死啊。他保命能力太强了，在之前个版本。哎，这场有默契哦，所以我们前期会战。偏弱一点，压力比较大。行李，有赌盘，赌盘也有开哦，记得来一下。来，准备准备准备。等一下，我要打一下字卡。好。Jesus。对对对，没补师。我没补师吗？对面的对面的，哎，有了，哎，看错，我以为有乌色哎。这场我们应该就不会这么……哇，莫奇被杀了！好了吗？好了吗？好了，好了，好了 ，Go Go Go！ 这样也是新地图，可以看到星海的很多单位。但那张图，欸，我想一下哦，这张图的特色，我想好像有点像巨龙郡啊。巨龙郡没有没有，我觉得这样比较，我比较像那个呢，收集骷髅头派网哎，鬼灵矿啊，不是啊，骷王海矿坑，王海矿坑，王海矿坑，应该说它的执行方式很像是那个王海矿坑，然后但是抢的方式是那个巨龙郡，就是站点，对，集大成，这张很难嘞。我看到那个校际杯第一场
辅人就是用这张图虐开南。辅人就前期只要一拿到优势，第一波灌进去，就跟矿坑一样很难逆转。对啊，其实他有些图地图机制，我觉得很难逆转。像布永恒战场，嗯，等一下我来看一下，看一下怎么点呢？哎，叶明安，好久不见。我会给莫奇单路了，就让他鲁消。哦，是这样子玩哦。看我们可以单走，我们四人，莫奇先单先。好，那就主秀 W 了。5, 4, 3, 2, 莫奇是一定单线的了。对对对，看我们就先灌上路，然后耗他们弹药。好好好。欸，我的陷阱是隐形的，看不到，对不对？对，看不到，你可以放草丛。哦呦，来杀他！哦，漂亮，漂亮！看他，看他，我卡他，我卡他。好好，打打打，再打。伤害。啊，差一点点！哇，招式都有够远的哎。打妹局在哪里？打妹局在哪里？哎，最近好像都会有断线。那个莫奇被杀。哎，我们要拼破塔哦，还没换塔。好好好好，换塔换塔。忘记点。哎，他被卡住了。被卡住，给他死，给他死。漂亮漂亮漂亮。最胖的我满了。啊，我们消耗弹药速度很快，因为我的护盾很厚啊。嗯。然后上面有恢复球可以吃哦，人头吃。我的 W 会不会很耗我？还好哎。我们要赶快破塔。就是比赛最常见的换塔。看我这根又粗又硬的 W 不好，能量棒。可以把我当那个不会耗魔的。哎呦，哎呦，哎呦，他刚刚在画我，你有看到？我们之中出了一个叛徒，您知道是谁吗？我想说，这个尾刀还不是我的吗？结果，哭哭。哎，我先拉等级。我这一层点那个给予速度，我们先抢上面的，一样先破塔，看他们要不来守就好了。好，我们现在等级优势。哦，能量掉的好慢哦，好爽。可以哦，可以哦。哎，差一点，差一点。哎，中间有塔哦。很特别，欸，中间有塔哎，欸，buff 有感，它的能量掉得很慢，所以我可以一直维持在高能量，而且进去了这里，而且塔很笨啊，塔会一直打我。好，我们去抢下面的，下面的就偷战偷战，一样跑先带节奏，没错。来杀他杀他杀他们杀他们，莫奇死了还好。好好好。先站回来好了。这样就是打架图，就是一定要打架墙。嘿，好没魔。好大力点好吗？别害羞，会打我吧？先我去补个魔。好，我hold一下上面哦，我们快站满了。好好好。这一关鸟人，鸟人也很吃香。还去那边适应新英雄。哎，98，98，差1%，慢慢来，慢慢来。我上面去偷彩哦。好好好，我在下路，我在下路。这版骷髅王还可以玩吗？哎，我不能笃定哎。骷髅王比赛我看是没出啦。好，站到站到，不用抢了。我们是下面的，来来来，下面打，下面打，再打再打再打，各种 poke， 别管哦。
哦，你像淹水了，哦，真的很像淹水，超像，就很像。啊，囤了200的200兵力的单位，海哥要来了，海力根。单看一个骷髅王，就是那个首领啊，不觉得恐怖，但看到这一坨，你不怕都超痛的。这个雷兽，啊，我有打过，超痛的。你都被打一下，开玩笑，痛到爆炸。我起，我起，怎么在里面啊？他被抓进去了，是不是？对啊，他被亚布罗抓进去了。有他，我太膨胀了，真的 buff 有感哎，超猛的。哎，不对，行不行，是不是该退了？是不是该退了？刚说完 ，buff 有感。哎，这个缓速区域是怎样？看一下，哪一个？现在不要放。你们大学是把人家回到原地吧？就缓速哦，缓速。但是你不关的话，一直耗魔，要小心。要退。哎呦，快跑，九妹，快跑！好，我退了。啊，我们的优势也很哦，所以我大绝是随时可以开的那种哎。对，开关。但缺点是没有伤害啊，因为克罗米就是一波爆发，但很容易就是因为一点小伤害没打出来就是挂了。我们要十等了。刚刚就有大绝，你有九，我可以提早点天赋。嗯，吃我们家的好了。哎，我们有大绝，跟他们打一波。来，黑熊哥上他，我要死啦！我后悔了。可以哦，九妹用力。有用力了，很用力，最用力。我还不知道这个大局实际要怎么做，啊。你就放对方逃跑路径前的，对对对。就假如说对方想退塔下，你就放塔前。嗯。就想象一下对方会从哪边逃走最快。他每天收买，欸。对，他直接点收买，我觉得奇怪，这张图怎么会有金币？好怀念啊！以前打矿坑的时候，很喜欢点收买。对啊，就偷对面的。起火了！但我觉得星海的中文配音很令人怀念。炉石都有中文配音啊。来喽！等下淹水第二轮，他们来了。我开缓。好，莉莉 hold 住。有中，中。哎，欸，要死一个了！伤害，打出来。有，可以。好。哦，这个船漂亮。神抓，这个抓得漂亮。然后再抓一个。有了。好，拆完核心，我们去算了，不要了，我们直接站好了。哎，欸，可以直接拆。拆完我们再站，你现在领先。而且我大局是要搭配其他的控制。哦，不错。哎呦！想想第三层，控场免疫伤害。现在耐力训练在改版之后，我觉得变强了。会死。还是法术伤害好。啊！
追了一些回来。反倒我们要被逆转了，应该是不至于被逆转吧？但等级被追了蛮多就是了。还有两个要塞都爆了，下面还有炮车在推。这反速，这工程坦克好远哦！我天哪、啊！哦，冷漠奇。太鲁小了，过去了过去了，等我输出来日，输出来日，倒倒倒倒倒倒，随便倒随便倒，下面有人偷战，查陷阱了，哦，准备碎油，哦，这个节气痛，为了你，太重，谁啊？有没有这么恨？然后我来抢下面的，还有，刚刚迪亚布罗帮我们晕野怪，是我们晕的吗？他们啊，对面迪亚布罗，好痛！等一下，等一下，这被小兵打死，我顾着在那边 poke， 没事没事，我们站到了，啊，小兵 carry。主教还在撑、啊，爽哎、欸！啊，不行了，不行了，我们还我们三打五、哦，不行不行不行，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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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再玩，不能再玩，可以了，我们要拖时间呐、啊。是啦，我们再等下一波，等下一波海燕，我们要卖默契啊。对哟，快跑哦！救命！救我！等我！啊！过去，过去，过去！好，这个换位。那他们家现在淹水了。你看，我把脸想扛不住，看到没有？哇，好痛！啊 ，W 没中，我的我的我的，不行啊，第二步在吃刺蛇。哎，我这个进度好像不太妙。我们要打赢了是不是？要进去了，要被吃光了。小心你们少人哦。我知道，我知道。武士来了！哦，杨坦撑好久，这张图也真的蛮大的但是我们刚玩的核弹已经很大，三线图很大。三线图的关系吧，因为中间是不会打打架的地方。碎哦，碎哦！你要杀死，差一点。有没有寄生王虫哦？对呀、啊，这场对，这张图应该是凯利哥的主场，讲没有错。我克隆米很好玩我发现。就 poke 啊，一直 poke， 但是前提是要准。对啦，前提要准，不准没什么用。默契玩的不错，对耶，因为其实我刚刚有点担心说，因为有默契的前期会容易劣势，但是默契是不是我刚刚没有认真观察，他是负责帮我们推兵线吗？赖线，因为他 W 一下就可以把他推光了。我觉得会让过那么愉快，是因为没人打河豚嘛。这场都给你拉好了，你比较知道你们观众是谁。好啊，好啊，那我们玩厄运之塔好了，就是好好，我都给你挑，要玩特别的。克罗米好猛哦、啊，也不是好猛啊，蛮好玩的。我先开赌牌了。
哇，好多好多人，好多人。大家都很踊跃，也有点九面的。这刷太快，刷太快。那个有玩过的先不要打加加啊，各位把机会让给还没玩过的，请感恩感恩。好哦。他们刷太快啦。你就看谁先打嘛，从上面开始。我懂，我懂。不行，你这狂妖。哎，你下次什么时候开音霸？音霸哦，十月七号。哎，我好像也是十月，到时候我们再来约个。好啊，好啊。我记得十月十二我们是要有趣味赛。啊，对对对，好像到时候会有一个趣味赛。把前几天说回来，哦、我觉得是队友太强，队友太猛啦！我们把一个强的放对面 ，B O O Y， 这个很强是不是？对啊，影商要下一场了，看一下哦，古尔丹，嗯，想玩玩看呢、欸。十月十二，沙梗优格小鬼哦，十月十二他们已经回台湾了，对不对？嗯哼。哎、欸，优格，你要玩奥利尔是不是？那我改名字了，大家下好离手，我来改名字。汪大生，呀，我看一下我要玩啥。李敏是不是也蛮强的？李敏收头能力够啊，像上一场就是我们等优超多，他狂收。哎、欸，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天赋。好，你看，你看。哎、欸，这一版的阿努巴拉克强不强啊？阿努，我也不知道哎、欸。阿努巴拉克曾经很强过，后来被 nerf 变大变，也不是变大变，就变弱。好像在今年五六月的时候有 buff， 还有出来过。曾经是我的爱角。最早的时候超 OP 的，超级 OP， 超强。他各种进抢退场啊，刚出血还把人家吸死。刚出的时候超强。你记不记得刚开始的那个？我还有个 main 角是那个叫什么？迪亚布罗。那时候迪亚布罗火可以叠，你知道吗？哪一个火？他的那个，他不是有一个十字形的火？然后呢，你如果在正你在网的旁边放那个十字形的火，网会一口气吃到百几乎全部的火，会叠。所以呢，我一放下去，王的血量一次大概可以掉。那应该是很久的事情了吧？好像阿法的很久很久很久，那是封测的时候是，后来就被大砍。一定要改的、啊，太肯定听起来就很扯。嗯，观众说大声也很强，真的吗？分类没改，没关系没关系，我现在改，应该是来得及啦。哇！现在台湾的扳手都在美国，在睡觉。我观察，他们现在人不在了。可能豆腐嘞，应该还有豆腐，好像都在吼，都去那边了。都去了，毕竟都是一年一度的大会，这一定都去的、啊。明年再找机会去。没事没事，那也要人家邀才能去啊。好像可以报，就是可以问几下。没有，他要先邀，然后你愿意去才可以。啊、今年是这样了，我不知道明年会怎样。哦，明后天斗争特工有台港澳的比赛哦，因为我刚看到那个世新大学的，他们也进八强了。那是你去播吗？我明天我播，明天晚上我播。在哪里啊？在 Four Gamers 那个 Blizzard ZHTW 啊。哦、oh, ，在棚内播就对。对 ，For Gamers 啊。哎、欸，你现在，所以你现在的定位到底是赛评还是选手啊？赛评啊，那是比赛是表演赛性质的，所以我们是被票选的。Oh. 表演赛很爽啊，就是也不是很爽啊，就是比较，但还是有很大压力，放不能，但是也不能打太烂，还是不能输、啊。表演赛其实大家都还是超认真。对啊，因为是国与国之间的对抗。侠客风云前传 Day Three，、欸、你有看我玩吗？我觉得蛮好玩的、欸，但是看你喜不喜欢玩这种 RPG 啊，它是比较老。我比较喜欢动作类 RPG。嗯，我知道，我知道。
就那种女主角衣服穿比较少。嗯，西哦，不是那个哦，哦不是哦，哦不是那种、啊。我以为你喜欢就那一款。哎、欸，对面是不是有人？对面有人跳、啊，应该会连回来啊。哦，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应该最近都打字一定会这样子。嗯，我换掉命中跟英雄可以增加50点，命中25增加伤害，成级命中英雄可以降2秒。欸、这个好用，我来搓的，干，搓的是不是？希望是无穷的，我也不知道我该说。我、哦、对面有克罗米哦。欸、我的 Q 只会中英雄，对不对？看起来好像是。好，我们要回线了，回线上。好好好。但是所有游戏里面跑线已经都偏主动了，感觉能带线的角色都特强。我对面的扎利亚有 skin， 是大师 skin 吗？不是，现在应该不可能，他应该才2000年的大师吧？对啊，那是雷霆包里面送的 skin。哦，很帅、啊。Yeah， 最喜欢不用耗魂的角色了，因为不用回家。其实如果控魔控的好，也可以久久才回一次。靠，对面克洛米 Q 好痛、啊！要接个电话。OK。喂。喂。哎、欸，怎么了？怎么了？嘿。我们下路应该会2-2哦，那应该是没有结局。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谢谢你啊，谢谢。我都没在看啊，谢谢，谢谢。九先生需要汽车借款吗？好，拜拜，拜拜，拜拜。王的号令，拜拜。占领祭坛。哎，竟然是永嘉乐电视哎、欸，9点他也没下班呢、欸，超扯的。万老板，你太苦了吧？礼拜五加班到这么晚，我还不忍挂他电话。我以前也做过这个电访的。你说你以前也打过这种电话啊？有啊，算是民调啦，做民调。我做民调，嗯，会不会很容易遇到挂你电话的？嗯，正常信用卡我是直接挂电话，是还好，是大部分都很愿意听，除非很忙的。我有问到一些有高学历的，他们都很愿意分享。问到是在台大教书的，喵！我等一下，哇，这个不太妙。往好处想，我们今天是领先。啊，是，领先一截还不错。可能要回家了，等我。小心！哎呦，没死哦！哦，玩赖线。没死，没死，没死。我先退了，没抹，先退了。我扛，我扛。我觉得这些角色的 Q 很强。有一批借兵好便宜。不买基金啦、啊、基金报酬率太低了，我都是 all in 股票的、啊。我都买期货，买它跌。哇，期货也是蛮狂的。哎、欸，聂宝，你大学是念什么的、啊？财经啊。哦，所以你很熟就对了。但不会玩啊。你对什么安利什么很熟？没有。我想一想，第三层哦。对面的 Q 那么痛啊！网友获得能量，太扯了！恢复球 ，W 技能只有2秒，这个不用。
基本攻击转化对英雄难移。算了，这边。哦，这招是队友打出伤害，我可以加能量哎、欸。啊，对对对，他那个很复杂，我都不懂到底要点哪一个。你的下路是不是？我是下路下面。就是你套一个人，然后他会帮你赚能量。快快快快！我被抓到，我被抓到了，完蛋了！救我！救我！哪来的？哇，他们打好痛哦！补不回来，经验值被追回来。好，我先去吸经验值。那家族吧，我知道的，行李。这招会不会穿呐、啊？我闻到危险的味道。靠！他们怎么会看得到我的位置？别怕！哎、欸，为什么会被抓啊？为什么突然从中……哎，一副又死掉。超酱油了，我们要十等，十等就好了。没关系，我要九等，我要九等。我好像更可不掉他。我要鬼一点，我都要躲在坦后面。我们这场的坦是阿努巴拉克，好，我就鬼在他后面啊。哎、欸，下面有晕倒。KK， 哎呦喂，嫩！挂了！哦，赶快抢，赶快抢！我们十等了，一万一，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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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先拿一个，先拿一个。我觉得抢不到了，一人拿一个吧。先把这解决掉。就跟其他人中啊，没中。有没有？哎呦，差一点！我们小心，我们小心。不要！我 Q 中。哦呦！不错不错，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来，我们吃下面野怪。中，这只好玩哎、欸。这边有人，这边有人哦，看到了，在这里，在这里，看到没有？过来，过来，过来。你小心，你小心这个位置。哎、欸，靠，都来，都来了。要抓我！我被卡了。哎呦！我靠！哇，我被对面克罗米秒掉啊！被他 W 到、啊。没关系，下一波会战前复活得了。我会再回来的。这样子先掉一个输出哦。他可以放自己吗？不行。等我啊，等我、啊。就是现在。哇，太痛了吧！哎呦，这边克罗米会玩哎、欸。会啊，我一直被他跟中啊。压力超大，因为跟他互攻击全面互换。
哎、欸，别去，别去，别去，没有东西赚了。我们看能把那个野怪守住。是野怪吗？对面的、啊。不要让他碰到主塔。好好好。我、哦、都在这里，都在这里。可以，你们小心哦。啊，怎么都没人？来十三等了。好好好好，十三十三。木盲哦，木盲三秒，哎，不错。你要过去了吗？小心，你小心，你小心！你说过来的，快跑，快跑，快跑！好，我们可以往中路走了。需不需要帮忙？都跑了，都跑了！我们要打赢一波会战。人分散喽，都在草丛，都在草丛，他要抓我，快跑快跑！英雄动，干被洗到完蛋了！先一步占领，直接定制啊，谢谢。哎呦，开无敌，直接绕跑。原本还在输出哦，没中。单身十年练出来什么梗？我是这里。英雄，野蛮族的城，我的力量，我这，就跟你的蠢话一样软弱无力。哎呦，这个窄口，完了，他只能放一次。对面应该点 W 中位增强，第一可以放自己哦 ，OK。我对D比较不了解，英雄造成的伤害会转化成能量，所以你把它给别人就可以赚更快。没抹了，我没抹了，我去吃个水。我们剩四分了，他们在吃 BOSS 我们就输了。真假的？对啊。欸、真的哎、欸，靠腰嘞，怎么办？很危险。想赌赌看。哎、欸，张土家里没有水池哎、欸。你走外塔，等我，我去了。各位英雄，我在核心附近开启了一座通道，我康复了，能送到战神的人心，好好利用。什么？我是说，根本。哎呦哦！我们被隔离了。要我放错啊！完了完了！好，我们能拼一下，拼一下，拼一下，拼 poke。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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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死，这个会死，又被拉回来。我干！哦，直接被他抓时间镜子。哇哦！
希望之光，快占领祭坛，让守墓者梦啊！对面好梦，那太强了，垫个脚，这边炸裂。我看一下赌盘，哇，赌盘爆冷欸，这个是六倍的赔率哦。观众队获胜，6.6倍的赔率。欸，有矿坑欸，我们来玩一下矿坑好了。下一场赌盘开喽，你要开矿坑吗？对啊，我好久没玩矿坑了。因为时间不够，我就不打雷壁了，因为今天比较、oh. 没有在跟观众讲话。来，要燕落飞霜。哦、oh, ，那是 David 的。七行士，黑夜骑士。哎，周末哎，周末有印象。我差点要到扩约机了。他在中国频道打，还说打说我的女朋友是全世界最会躲猫猫的人。谁？一个人在全屏打的，因为他没有女朋友。是这样啊，从我出生的时候他就一直躲着我，从来都没有出来过。不是我没有女朋友，是我还不想交。也好啦，也好，忙 QQ。蛮好，这样蛮好。想一下玩谁？哇，你角色池很深呢，吼。转狙王的杂力好了，打架图。好，我来改一下。来改一下你的名字。Little Black。右上的金币，那是过去的事了。因为我以前玩那个速推流，然后排快速，一场。5分钟到8分钟，然后多少钱？啊，赢一场加75块啊！那你现在多少金币啊？15万了，干太扯了吧！以前玩很久啊，那不是任何英雄出来你都可以马上买？对啊，这样有点像那个炉石，然后金币超多的那种。炉石的金币还要胜率够高才会多。要打竞技场要花很多时间。嗯，我们双斧没有坦哦，有啊，我啊，靠你了。但这边阵容好 OP 哦。哎、欸，你是有全部的角色都传说吗？没有哎、欸，我到2月的时候还有在练十等，但后面就没有了。哦，因为那个时候 Overwatch 就出了。对啊。可是 Overwatch 你是什么时候拿到序号的、啊？你是怎么拿到 Beta 的？11月的时候有拿到。我去年11月就拿到了。我是借的。哦。就想办法。我想说你又不是妹子，你怎么会拿到封测账号？没有啊，因为你只要有心，然后我就去中国论坛写攻略，然后就可以接到账号。对啊。哎、欸，那时候账号超值钱的。一个好几万，差不多，封测、嗯、最早的吧，十一月的时候，最早的第一波就是中国，台湾没有这个行情，是中国淘宝一个要好几万，我真的好久没玩这张图了，我很怀念，半年没有玩，我们要走上路哦，然后一个人走 solo，
我们给泰克斯好了。那我们就走上了。给亮翼，亮翼下好了。我们要逼他们来跟我们同路。逼他们跟我们什么？逼他们跟我们同路。哦。你看，我等一下就先骗能量。M 属性。真的，开盾。来来，我们要比推的比他们快哦。好好好，我在 W 推塔。M 属性又来了，好爽啊！所以我高涨了，最涨最涨。秒推呢，吼，秒推。你看他们还没连塔都没碰到，他们要来找我们了。来了来了来了，看到看到。哎，哔哔哔哔哔哔哔，你走。哎，往左上面点，上面点，上面点。拉了，拉了，拉了，拉了。来呀！一个打全部。啊！才要升级的。我们前期有优势哦。嗯。我们要先打再下矿坑，对不对？对，可以先下，但我们要跟输出配合。刚没有炸到。我们双斧，但你的魔量有点不足。我吃水池了，现在魔量够。我们尽量，我们拖时间。好，先让下面两只进去。他们下去了呢。没关系，没关系，人要死了。我们差不多可以下去了，把这波兵推过去。好好好。好，下去下去下去，找人打架。好，下去。去死！先收先收先收。是是是是是。哎呦！他们人太多了，小心一点哦，小心一点，我没魔，我没魔。OK， 但他要抓我，不对，不是我们要抓他。准备再战一场。完了，没魔的克罗米就是一个小可爱、啊，一个八七，不然杀到人。你先回个家好了，不补攻一下啊？不用不用不用，先让他们漏兵就赚了。那我回补了，好，回补之后我们再下去打回战。嗯。观众说你都花现金买组合包，所以金币超多，真的假的？对啊，对啊，对啊，因为新角色都会出 PTR， 出在那个 PTR 上面 ，PTR 就可以用现金买啊，可以提早玩。那、哦、你是为了 PTR 的关系？对啊，所以我都买组合包，不是因为家里有钱。没有啊，我靠这个赚钱的，我当然花了钱在这边啊。也是啦，也是啦，讲的蛮有道理。我要下去帮忙，要不用吧？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吃完了，超快、欸。那我推塔。哎、欸，去找你喽，你小心。我们要推上路塔。推上塔是不是？好好。竞技场年底。什么竞技场年底？没有啊，要请 Visa 看的时候有说要出竞技场啊，然后今年的 Visa 看都快到了，然后竞技场还没出。可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很简单，没有很难，甚至它那个制定模式像 Overwatch 那样公布就好了。你说什么的竞技场？暴雪英霸、啊。嗯，哦。你是说像魔兽那种啊？不是不是不是，就很像是换小地图，然后很短时间 PK 的。撞！哎呦，差一点，哎，撞！没关系，我们有这个的。
把他们打退了。哎呦！有看到？好爽！超痛！这个 W 打中真的太狂了。可以可以可以，我能量还是满的。奶我就对了，我现在就是输出啊！奶奶奶奶奶奶，最奶。来呀、啊、来呀、啊，是我的棒子。退！哦，我们要退了，我们要退了。送！哎呦！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以前跟克隆米对线，我都莫名其妙掉。大家会很跟那个斗阵一样啊，就忽略我的输出，然后就把烤死。哎呦，哎呦，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来，我们顺路站个这个站那个，再去下路塔。好好好好，哔哔哔哔哔哔，救我！快大了！哎、欸，下路来，下路来，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等我，我跟莉莉过去了。我把人害死了。哎、欸，没死了。你位置很烂，靠腰，我这个位置。嘣！啊，走位失败，应该走这个位置过去。哎、欸，他们也送走了。声音好恐怖哦、欸！我自己的声音啊！你这是愉悦的叫声，这是唐老鸭的笑声，吓死我！这怎么了？哎呦，矿坑了，矿坑了！等你回来，来了来了 ，I'm coming， coming。先过来，兄弟好猛！抱歉抱歉，我的 R 应该跟你的 R 不搭，就很恐怖。哎呦，应该说脱衣的那瞬间很恐怖。又吸又缓，你们下去了是不是？对对对，有那里面哦，中间的先抢，右上的他们在偷。我觉得我用普攻吃就好了。左下左下，然后汇合。他们没有大招啊。对。哎，你们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我放哦，这个环，这个环漂亮。来来来，我们可以虐他们。没死等，怕什么？绕了绕了 ，Go Go Go！ 来来来。哎呀，我把这给秒了。还死你！我还死你！我再还。救人啊！我怎么倒那么多？哎，我们三打五哦，三打五，他们五是不是？对，可以啊。这不太妙。行弟，你怎么把他无敌啦？是我放了吗？不是，对不起。这就是破坏力。木木，来来来来，逼他们，逼他们，吃我的棒子，安娜！啊，不是真娜，撞子。好，走，我们吃 boss， 不理他们。好爽！看一下他会偷走回来。啊、他没有，他没有。不过差不多了，我回补。走上路，直接硬爆他们要塞，推上就对了啊！对对对对对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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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76-24还 OK 啦，我们的血量应该多蛮多的。能量全开，
呀呀呀！好痛啊！过去，过去。放缓，放缓。这 R 配我的 R， 应该是很恶心才对。我要死啊！我要死！我一个 W， 啊没中，啊有中，但没死。我没死哎、欸！呼呼，你、欸、会不会直接狙？会。这可以直接推进去了、哦。这不好说。哦，双斧好猛、哦。你看这个，他们用融化的。对面我在打坦，好像等他三等了。等下我们小心不能太膨胀啊！不会。好、哦，你开启膨胀了。去，十一分钟哎、欸，好扯！这一版的能量太扯了。嗯，因为在对线期，你觉得蛮强就对。对，现在变的是中上，但没有到 OP。哦，对，杀六个哎，因为在那个对线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偷塔赚能量了，然后一直维持。嗯、我来看一下赌盘啊，然后这一场赌盘比较势均力敌，是我们获胜。来下一场，看一下哦，来玩圣坛好了，来玩姜西娜。为什么圣坛是姜西娜？因为他出来的时候会有那个哒哒啦哒，感觉啦感觉、啊。我想说还自备 BGM， 来邀点九妹的朋友啊，作弊小鬼。我上个厕所，我上个厕所。虚拟门票要不要买？我觉得。英霸那个斗阵的不值得，只有一个壁垒。干嘛出那种没人气的角色啊？你弄个原氏哦，销量加个五成。你弄个谁？弄个闪，弄个慈悲，哎，都不错。增加辅助的那个游玩人数，弄个壁垒干嘛？你摇完了吗？快了。好，跟你摇。看到很多没看过 ID 耶，应该都是你们台的，因为我们台的大概就是那二三十的在排。那是老玩家，所以观众说扎利亚真的改得很扯，所以会玩的是真的超强的，对、嗯、对，因为我后来发现，真的尤其是开场，你直接开盾冲过去塔，一定会打你，能量瞬满的。对呀、啊，猛、哦。我发现那个 BOY 又自己进来了、欸。BOY 刚蛮强的，他玩的是刚刚玩的桑雅、啊、虐我们啊。哦，对。不行啊 ，BOY， 让点给朋友啊。你还把他踢出去，你看很熟是不是？受邀玩家执行的游戏版本已过期，水树你自己游戏版本有问题啊！不要说我们忽略你，看我们邀你邀不进来啊，请更新。赌盘一面倒，没人赌观众，真的，我觉得你们保底赌一下观众啊，搞不好对面又出现那个超强的那个，这声音好像是聂宝啊，就是聂宝，谢谢，他就是，看一下厅长是谁啊？他就是。欸、所以你是十月底就要去 BlizzCon 22哦，十月二十二，然后什么时候？所以你可能十月底才回来，去十一月初，十一月八号回来，去完哦，你去很多天呢、欸，二十天、欸，二十几天，对啊，我可能会穷死哦。哦，二十几天全部都是，但吃住住的部分都是暴雪处理，对啊，吃的也是他们弄的，吃的应该是吧？感觉他会给我们餐费。你美国应该蛮熟的吧？你是第一次是跟我去吗？对啊。哎、小时候去过，但都忘了。嗯，反正就是时候该把你抖内里面的美金拿出来花了，要是不是？
也是的，大家可以去赞助一下聂宝的旅费、啊，他要去20天了。报道。行李代购团啊，我会帮人家买礼物啊，但 要买的人太多了。哦，你要帮哦？是哦，还好。有啊，我会买你们的礼物、啊。不太会请别人帮我买。我会买你们的礼物啊，因为我自己很常哦，不对，我今天一开始还请没有，你不用买礼物，你帮我买。但是我要的也不是什么名牌，我要的就是报那个 BlizzCon 的东西、啊。今年的新商品啊，一定是的、啊。我要的是衣服，因为其实 BlizzCon 的衣服都很好穿。对，嗯，九妹是穿什么 size 的？哎、欸，怎么有个人跳了？我穿 S 啊。怎么在频道里面问我穿什么 size 啊？我都不熟了。欸、我们三个人哎、欸。等一下，等一下，进来进来。吓死我！我也是 S， 因为证明我是一个 super 的男人。哦很好很好 ，OK，super、okay. 男的，我知道啊，你的大头贴，你、欸、那个好可爱，谁帮你画的？我不知道啊，那个超可爱，人家留在我那个频道，好可爱、啊。因为有一天我 po 文啊，就装肥仔，你装的还真的没有很像，你实在是肥不起来。我来改打一下，出去玩，对，我们大概去那边喝，去洗一个澡啊，就可能要8000块什么。啊！什么洗个澡8000块？我没有，罗马浴场。你是去哪里洗澡？泰国还哪里？怎么洗个澡要8000块？你要开抖那条，就是让大家赞助你去洗澡的。走上讲，拜托我要破处，直接爆被爆挂。啊，想不想准备啊？加，等我一下啊，都好了啊，我看一下。哎、欸，谁选可以改？哦，偷偷改成奥利尔哈。奥利尔，谁呀、啊？哟，快哟！救我啦！等一下嘛，哦、我在哦，对哦，你要那个，还不是因为我在打你们的 ID？ 抱歉。嗯 ，Go Go Go！ 那我们应该固定队友的哈。对呀、啊，8000美，你是要找明星是不是？8000美，20几万哎、欸。8700。我们有观众很有经验，说泰国也没那么贵。哦，钓到了，马上私讯他。哎、欸，你有什么这个拜托特价的？介绍一下便宜的，拜托。古德无料，拜托。无料，按内锁无料。太好笑了，古德就被私讯说那个，请问那个日本自由行要什么攻略？真的假的？他真的有陌生人在粉丝团啊？他都不怕被公开 ID 哦？没有，他说，他问，就可能观众问说，去日本要怎么去之类的，就问一些很基本的东西。去日本啊，就买机票去啊，不然呢？而且也不用签证哎、欸，就是护照。日本超级简单，我跟大家讲哦、喔，各位如果要自助行，日本是非常好起手的国家，日本比中国还简单，因为中国可能你还会被比较可能会被骗，日本真的是很简单。日本就准备好日币就可以了。然后跟一点点的英文，对，也不用会日文。啊，阿里嘎多哦，我还有国在嘛是 ，and how much kudasai？ 对，我跟你讲，你就是一到日本，然后你就跟那个海关说一哭哟，马上被打。快乐的日本行当天就结束，一哭哟。为什么不飞？为什么不飞？为什么不飞？来，我先下面吸个能量，第一波不打，不打是不是？对对对，不打还是我们都不打，都不打。来 ，You use my power， 好爽哦！来，一个人要去上路啊！别都走下路！啊，上去！没有人啊！你小心哦，中路哦！我知道，这中路看起来有点狂。没事，哎、欸，谁去上？好，上。我们最近都会打，最近都会这样断线的，习惯。哎、欸，你看我猜他好快啊，超级快！只要一个不注意，就没有人管你的话，就很好。没错、啊。我其实只是猜塔快，不见得有用，因为猜塔快的角色非常的多，你要会战一场。不知道，我想一想是。连迪亚布也是看到都玩得很
哇，三个人打退了。哦，原来是跟神龟同路哦，难怪那么好打。神龟是谁？我的好战友。就每个都你好战友啊？以前的，以前的，但他也很久没玩了。他有打 Overwatch 啊，打到大师。大师是前5%。前5%，可是你不是前1%吗？差不多啊，差不多。你是精英是不是？大师上去是精英吗？是应该全球前1000吧。啊、那排位叫什么？肥宅是不是？不是什么？宗师？哦，是叫宗师哦，不叫肥宅、啊。误会了，误会了，没关系，也蛮宅的。排位哦，我是用心宅，用心宅，宅是专业的意思。就肥宅啊，很难有。对啊，排位、啊。最喜欢初音了，初音不是软体好吗？最喜欢初音了，最喜欢双高伟哦，我死了。最喜欢 AKB48。哎，认真打、啊，认真打、啊，各位。能量全开！哎，没中，没中，射他，奶射！没办法，那就不要调好了。你有用力吗？哎，不是开祭坛了吗？哦，开了。哎，都死。放了算了。哎呀！哎，他们那边很残血。哎呀，这个血量。血量哦，嗯，奶色，啊，起风了，这下，真的真的，扎利亚好强，一定要玩起来，风很强，右改太强，反而 PDR 巷子测试合理，但他才花钱买，隔壁棚的新熊每次都会过墙，是吧、啊？然后等你买完之后他才热，我记得李敏也是啊，李敏就超强，还有闪光。骗一波，骗完就那我没抹了，我没抹。对面蛮可怜的，因为他们的补师是要普攻才会补量又补量，所以他们的那个血量都很拮据。吃个水池 ，OK， 我一起喝水。是怎样？我喝波波啊，可惜我们抽到这只。这只算偏弱的，这只是弱的、哦。对，强的是紫色的秘法，是秘法。这秘法的伤害痛啊，范围又广。对面有克罗米，我现在想他。哎，塔在打我们，我要死了。不对，哎呦，撑住，撑住，不对，撑住，哎，撑住。哎 ，bet。可以，他一nice， 哔，怎么塔在打我们啊？哦，黎明是最猛的，黎明当初2月的时候出的吧？中，靠没中，不错。我可不服输，回补我。别没有，我说骗一波的是隔壁棚啊！别害羞，的游戏从来不骗的好不好？你不要这样误会啊！希望 Overwatch 赶快再出新英雄。对啊 ，Overwatch 是这个绝不断线的好游戏。海山最不爱打仗，哥霸欺负，头发最长。断线是你们家的问题啊，绝对不是游戏伺服器的问题。对 ，Note 7。会爆也是机组的问题。你干嘛不去迁一区？对啊，靠摇一区会断线，那搬去美国嘛，这样离伺服器比较近。OK， 先弄绿卡。对。哎，中路打起来了，直觉。撑住啊，各位，撑住！啊，我克罗米，我大克罗米来了，撞！哎呦，有大了。
是领先人一步呢。喂，中间中间中间，去喝个奶奶。奶奶。Note 7的翻译是 No order to explode。欸，我因为我上个礼拜去泰国啊，欸，这个是在登机的时候，他就说 Note 7是不能 ，Note 7，欸，有有有，像我看到那个沙肯有贴，去日本的时候也是。然后最好笑的是他你登机之后他就说，如果你还是把 Note 7带上来，强烈建议你关机。如果再发热，一定要跟工作人员讲。我跟你讲，我觉得蛮惨的，因为现在，你可以说他的洗衣机会爆炸，你可以说他的电视会爆炸，我都可以，反正他们形象现在不好救啊。那蛮好的啦，就是这个有好有坏，缺点是这样 iPhone 会越来越贵。对。优点是台湾的厂商，我也爽一波。我现在换 iPad， 我觉得照相有点麻烦。Apple 系列的照相都很好啊。不是，我说 iPad 太大台了，有时候想要自拍什么的。欸，这只是不是比较强啊？哪一只？对，这只比较强。但我需要哪一只？他直接跳过去云母是吗？每一只都会啊，这一只是有那个啊，那一杠一杠的。要不要的？哎呦！这个刚队友把我关起来，然后克罗米就接了我一刀，被笑死。我跟九妹在排哦，现在跟九妹在玩。呜呼呼！他们又来追我。我觉得那个欧巴不是暴雪英巴这个造型很漂亮啊。扎利亚的新造型很帅，帅，因为斗阵的太丑了，煞气。哎呦，这个神救援！哇！过去了，等我，可以，收一个，晕得好 ，Q 一。普攻，哦，狼人收头，你在干嘛？神龟，你在雷了。中，啊，也没中，他竟然突然神转身哎。iPhone 没有 ，iPhone 7没有手那个耳机壳，就我不喜欢。iPhone 怎样？他7代不是没有耳孔吗？耳机孔啊，对。然后有人很好笑，他拿那个海绵放在那个耳机孔上，然后跟他说这是最新的耳机。海绵？对，就是外观，它的那个内构造是海绵，然后让人家去听，然后他们就拿那个就是低音的音响放在别人的耳后，然后觉得很有临场感，然后他们就觉得哇，哦，这个东西好猛，哦，就整人的就对了。对，超好笑的，因为还没出，啊。你有吸吗？还没，我刚开掉。等你吸一波，我再打他们啊。好爹，你先上去打吧。不然我直接先 R。等，我先没血了。然后还有一个整人是，他把手机组原本的 iPhone 6，然后换个壳。哦，对。然后问他们说有没有觉得变快，然后他们都说有。可是真的要高能量才会强，现在就其实跟斗阵真的很像。晕哦！对，我吸，吸掉。抓啊！可以。靠你们了。哎呦！哎呦！哇，你们好猛啊！怎么觉得没有我，你们完全没差啊？哭哭啊！能量全开！
没有人跳了。观战了，观战了跳。哦。他每次都说观战加加，然后观战到一半就跳。会无聊啊。没关系。没有这伤害。好缓啊，哦，他想抓我。哎，九妹，你怎么断了？九妹，九妹。九面，哦，九面断了，九面断了，谢谢 L 蓝蓝叶 lamp l a p y， 感谢两个月支持。好，我们这个英文不好就别秀下线了。我觉得 Q 缓速比较好用哎，控场爱弱。哎，九面被抢嘞！你看那个克罗米伤害变得好高哦。好的，就拿到送头了。靠腰，哦！我倒，我倒。九面去签 T1， 九面倒，九面倒。九面一断，我们就 GG 了。哎、欸，我的 Skype 也断了、欸。哦，有在啊，在啊。嘟嘟嘟嘟嘟嘟。九面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居然断线了。好了，没事。这个 skin 什么时候才要上 Overwatch？ 我觉得很帅。Overwatch 只有两个前线部队加歌德风，歌德风很丑，然后现在那个运动会的还不错。九面回来，九面回来了。好，我们来控制这个 AI。我记得我当初有打 rank 一场的时候，有个人是从头断到尾，然后我们就狂控他，最后 AI 就是大显神威，超好笑、哦。有英雄离开战场，凡人欢迎回来。这吸的漂亮。杀无赦！有没有看到啦？哦，真的好玩哎、欸，跟前天我第一次摸差的有点多，因为最主要是能量，能量太高涨，哇！要 Q 位扣四次，你要那不要开了。哇，九面居然会吃野怪耶，太棒了！谢谢九面。九面跟着我的屁股走，不要离开我好吗？九面，等一下你先打前排。好，九面上二十等了，由于他领先我们一等。哎呦！
再杀你一次。等等 GG， 九面断了，我知道，行的，没关系，我们 还得打一场。好，我们打一场，顺便等九面好了。我们打那个，想一下玩 AIN 也是可以。九面变强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九面变强了，九面爆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啊啦啦！霸王香蕉，先交一个。不行哦，你打过了哦，不是打过了吗？还是我有错觉？好了，要了，要要要！燕落飞霜，阿伟，阿伟是玩过啊。对，他这一次是最快速的 buff， 他仅仅花了一天，一天就整个大改。像 W 的那个冷却，然后普攻伤害，再是能量的耗减都 buff 了。超扯，大招也从两分钟变一百秒，很多很多。哎 ，Lifestone 我记得很强。哎，你没真的没拿过吗？不要骗我啊！有以后九面专职工商 HK 就好了。哦，如果可以的话也行的。嘟噜 ，Go Go Go！ 哎呦，随机英雄各位，这样还好玩。整场lag哦，很奇怪，对不对？可我看很多看自定都会，哎，不知道十个人都随机会不会卡，我不知道。该不会刚出的版本后来是原本是 OP 版本，然后来被砍啊，全随机哦，我讲的是传逆死啊，哎，被击中机。兄弟，兄弟啊！哇，好了，走走走。好了，这张算在五个月前出的地图，然后主要是玩那个。AIN 不能回家，不能补血，可以补血，可以有泉水，所以你想要哪个辅助就很重要了。可是暴雪一般有个机制啊，就它的阵容分配会比较明确一点，坦克、辅助、输出，然后随机到的话都会比较正常一点，不会有什么太乱的东西。像我们之前啊，我们要玩那个亚坦尼斯，我们就是选输出加辅助，然后随机是选那个战士位，然后我们就塞到他了。我们玩了两次，做好准备，战斗要开始。弟弟，来，
那我要玩云交流。对面什么？对面的阵容除了克罗米之外，好烂。开战倒数十秒，五、四、三、二、一，战斗开始。怎么办？九面走了之后，我。我好孤单，我好想他，好想九妹穿 S 号的男人。你只要看到那个蜘蛛，我都很想要去捡骷髅头，去捡那个东西。哦，一滴。一滴一滴，我要吃那个。这个会回魔，所以一定要吃。哎，克罗米是。免费缴吗？因为我们的朋友他这个 KRAY 才两等，居然可以玩克罗米。哎呦，被 poke 到歪头了，我奶不回来、欸，这边乌色奶量没有比我高啊。哎、欸，你真的是新手吗？你两等吗？为什么他会这样接技？我操！不要骗我！咦、欸？他真的两等吗？怎么办？九妹真的爆了，好不好？我们应该这样玩完了，也差不多十点了。好，我们点恢复生命值，然后这个泉水也差不多好了。这边通病是超缺魔。哎，为什么乌色的魔都不缺啊？是金二吗？两等。现在等级还没落后，可是主导权都在他们手上。对、啊，我明天会播台港澳，晚上七点，有应该会看到 SYF 跟 HUS 打第一场。但也不是说看衰啦，因为。现阶段有一名成员在美国连过来打，我觉得状况会不是很好，状况不是很好，所以他很有可能 H 会进败组。但是，我看到所有队伍的名单，我认为最后他们进败组还是可以打上去的，就不用太担心。真，要负责嘛？既然你要去退去看，就是比赛你要打赢。
啊，香蕉哥，你要不要去试一试？你这恶魔，然后又吃我的奶，这奶量真的是有多少？我们要打个会战吧。那小鬼跟沙梗都要，应该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换候补啦，再看他们怎么决定，明天就知道啦。哎呀，没点到云胶，完了。哎呦！等等，这家伙不是他们那边最强的吗？我觉得我没有点错，哎，恢复点这招可以持续恢复生命，打持久战还不错。然后死了。对啊，我也好久没碰音霸了，因为要钻研斗阵啊，花比较多时间在那上面。而且第一赛季弄得有点久。像我第一赛季都没有打，你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打。现在是闲，没有任何可以打，现在是打不赢，也蛮悲哀的。哎呦，久等了，这么快！那 AIN 真的很沉闷，因为他玩到后面要需要很长时间，除非是虐菜啊，就是那个阵容上有差。十等了，千杯不醉。九妹应该是回不来了，没关系，贤弟，反正我们两边的粉丝都有照顾到。然后我们快倒了，莫奇别抢奶奶。你恢复了我的伤口，谢谢你。我的好，我的生命是恢复。哇！大家扣血扣的好快哦，奶不回来。然后我应该要点那个可以 Q 两个队友的天赋。会战旗，会战旗。哦，金城姐姐不错，来出个拉打。哎，这谁丢的？乱丢。完了。哎，我们可以绑死他的，把他关起来。呵呵，不点了，我不要。朋友，治疗的正是时候。朋友，补的漂亮。兄弟啊，要不要吃啊？算了，我自己吃。噔噔噔！哎呦，这个环有切割，不错不错不错，来打打打打打打打！
耐起来，耐起来。还没死过哎，撑这么久。拜拜，我看一下，动如焦兔，缩小射箭好。哎，哎，连杀结束。动如脱兔，拍谁？哎，我是无敌放，漂亮。可罗米岛，哎，哇，全爆！那我们少两只哦，有必要。交了吧，哎，可以收，可以收，可以收，一滴一滴，哎，普攻，哦，自己人，自己人，我闪自己人的大招。哎，这个好痛哦！朋友，治疗的正是时候。哎，那习班的改版，我是不知道他改了什么了，有人知道吗？变三只，两只充能。哎，其实改版多了很多像充能性质的，像维拉的那个大招，那些本来有变。我就知道可以信赖你。怎么一直有人被 poke 啊？哎呦，这无敌，但我有点危险。哎，这个漂亮，这漂亮。买一送一，只要亮两个。OK OK 的。好，那个九妹刚密我了，他的网路修不好。九妹台的观众可能就等下一次吧。哦，是不是被 DDoS 啦？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坏话，然后神送直接开黑。我指令定下爆炸是一项黑科技，像 iPhone 就没什么黑科技。所以换气没什么意义。你买一台送给家里的黄脸婆，机子炸了，
老婆换一个，认真的换气。我觉得他那个三分钟里面的恶搞影片那个梗好多。蕴含了很多很好笑的东西，这个太滑了。iPhone 7也炸了，那个不，我也不知道那是真的。媒体嘛，我们是媒体的行为人，哎，所以当我们看到第一眼的时候，要选择怀疑，而不是先相信。冲冲，悠悠没追进枪，你想跑？一走一，来，赶紧拆塔哦！陈颂这次，我自己觉得影响很大，对，像我就觉得我就不敢买，以我自己的判断。说真的，买电视，我有国产，或者是我有 Sony 可以选啊，或 LG， 然后手机有 iPhone， HTC 不一定啊。虽然我现在是用 HTC， 但我不喜欢 HTC。Sony， 我也想抱一下。哎耶！奶起来，奶起来！哦，他的大放的好漂亮啊！很多次都是这样子，边缘型的大招。然后现在我们受到伤害会提升速度，这个比较强。致盲啊，大哥，致盲啊！想跟我斗？还默契要死了。Sony 是卖相机的 ，Sony 是卖 PlayStation。不知道自己去找奶喝啊！有这么软吗？科科，拍谁？没魔，我去吃个魔好了。来环游世界了，各位。白金四打白金二，哎，白金，我对现在 rank 不太熟悉啊。如果现在去打，我可能我不知道多少牌，再说吧。先跟大家说，我的这个斗阵小号3800了，开心开心，3800了耶！哎、yeah 欸，我魔满了，我现在还没有死过，我死过三次。我什么时候产生了自己没死过的错觉？完了，胆懒，别躲了。怎么办？要输了，要输了！哎、欸，真的可以逆转！哎，哇，真的一个，这是不知道忘记大招叫什么了。
二十几秒，真娜一个人 hold 住的 ，hold 住，哎，小心，对，小蜘蛛，霸王香蕉先跳 game 了，啊，那个莫奇还在撑，啊，但没发现，十秒，我一个走位失误直接爆炸，哎。哎，奶来了！哎呀，居居，我们一个被关。好了，虽然九妹离开我们很孤单，但我们也差不多开到这边了，各位。蜘蛛变好猛，我先觉得扎利亚在他这一次的改版有真的有 buff 有感，改太多了。第一层我喜欢四，欸，主要他会给你一个回馈，啊，而且吃恢复球在恢复能量上的话有优势，所以对线期然后你的能量可以高涨到满，因为他最棒的是他这一次改版特性的能量现在消退的速度很慢，非常的慢，很好用，然后再来是隐匿弹的 CD 也是变了100秒，之前是2分钟，虽然差20秒，啊，但是一个会战少的那20秒就是有跟没有，赢跟输，欸，好，现阶段的 W 技能也是降低了 CD， 之前是12秒又退了2秒，自己给自己的护盾，因为前期你可以靠塔的伤害来吸收高能量，啊，所以你在对线期的时候其实没什么对手，现在然后还有4次的 Q， 而且不用耗魔，所以基本上你跟一个捕尸走在一路，欸，基本上没人打得赢，啊，一定是阿万好，阿兔把人家弹开是一个很智障的技能，这个根本不需要，就算击退会减缓移动速度，为何不把人直接聚在一起，这个两个是有抵触，虽然说 CD 走，如果你跟我说这个技能 CD 30秒，那我可能会点，不我可能不会点，如果他可以储存两次我觉得 还可以用，一定点阿万啊！啊，阿兔把人家弹开，你为什么不选黎明？好了，感谢各位，我们要收台了，谢谢大家，晚安，再会。明天记得晚上有我播的台港澳的资格赛哦，斗阵特工。然后下礼拜我们会去艾菲卡转播泛亚太，也就是中国那边的比赛。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八强了吧？对，八强。然后后面会选出六个队伍去打，跟国外的队伍去打交流赛，也不是打交流赛嘛，应该要争夺冠军，应该是。好啦，各位晚安。